我从高中的时候接一些灵演，然后拍一些学生制片、毕业制片，到现在，虽然我知道我才21岁，但是我只想要跟我所有的学弟妹，甚至学长姐讲说，只要你努力，一切都有可能。给所有不看好我的人，看好了。59届金钟奖戏剧节目最具潜力新人奖。谢展荣，有生之年。高承佑透过音乐表达思念与宣泄，却又想紧紧拉住随时散离的家人们。角色看似边缘，其实是拴住大家的核心。谢展荣以毫无声色的松弛烟火感展现惊艳，而且后劲很强。首先我想先谢谢心如姐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不可能可以被选为有生之年的高承佑，谢谢心如姐。再来还有任导、如导，还有我们的摄影、灯光、书画，所有的幕前幕后团队，没有你们，也不可能有我。谢谢。我从高中的时候接一些灵演，然后拍一些学生制片、毕业制片，到现在，虽然我知道我才21岁，但是。我只想要跟我所有的学弟妹，甚至学长姐讲说，只要你努力，一切都有可能。给所有不看好我的人，看好了。